那在整个作品里面，它其实各个类种都有，都可以展现出很多艺术家他对于自己生命全方位的一个体验，如何在自己跟台湾、跟环境、跟社会、跟政治之间给自己的定位。他们甚至关怀到卡曼，他会对于台湾在地的自然的风景，有关核能、原住民自己相处的这个台湾本土性，他的关怀。作品的水准都相当的优良，可以感受到版画作品里面它还是有充分版跟画它的一个灵性的一个境界。那金牌奖的这个达悟族的梦魇，它最重要应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对于达悟族它的一个投入跟专业的分析，所以整个作品里面应用了一个设计的美学，应用反复的美学，而且应用黑白跟焦点凝聚的美学。那在整个技法上面，它持续用到木口木这种非常纤细的这个技法来传达作者他全方位细腻的一个心思。那尤其是在整个的这个空间配置上面，像圆点的拼贴，他关怀到其他的观者，他对于这个作品凝视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一个心理的层面，让人家觉得有耳目一新的一种感受性。淡水戏照呢是这一次的银牌奖。整个作品最迷人的地方，它是透过版画层层的一个叠印的方法，但是它有非常丰厚的色系，所以整体的这个明度变化还有彩度变化跟水平跟天空的垂直，整个的绘画性跟绘画里面所要的一些色彩的这些设计元素，都在这个画面里面有非常传统又有现代又有当下记录今天生命的一个记忆。娱乐世界它所标榜的用一种趣味性的轻松性的来叙述现实世界上里面台湾的视觉文化，它用符号去诠释，所以它整个虽然是黑白，但是它那个白跟黑之间的这个力量，它其实是充满了各种的这个线条的指示。所以在当代的这个主题性来讲，它在构图上、内容的营造上或者线条上面展现出来的这种平铺直述，隐藏着现在年轻人对于艺术的一个提出直述的看法。针对以新媒体艺术类的特质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具有在一个新媒体的独特性讲的就是媒体还有他如何利用那个机制传达他的创作理念所以每件作品的深度也都是我们在评审的考量包含这个金奖我们说 Polywave，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从机动的实体的装置到一个虚拟的影像，那其实相互之间的同步，还有它跟周遭环境去截取它这个资讯所创造的它所谓的一个 polywave 很值得鼓励。那这个影响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空白屏幕基本上是传达一个观念性当观众进入那个作品的时候，你可能以为它是一个屏幕，是一个影像，但实际上仔细一看它实际上就是用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绘画性的东西呈现。那第三件的樱井考古是评审委员特别在多次的讨论后我们给予肯定，也就是有胜出，因为可以看到结合了我们古文化或者是这些文化性的还有女性的议题、情欲的议题透过一个非常微妙的而且是一个私密性的这样的一种新媒体的表达我们后来也觉得这件具有让观众可以非常多思考的作品实际上也可以对新媒体艺术不是重视在一个表象的技术来看这一件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更对新媒体艺术有不同的观念。
这次的入选作品大概的分析来看呢，第一个是主题非常的多元，从小动物到人物到自然景观到社会现象。第二个呢，每一个作品大部分都有它自己的风格风貌。第三个呢，技法和材质的使用非常的广泛。那么选出来的三件作品呢，风格的不同，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已经把他的思维触角了，涉入了他自己生活的空间，还有关怀自身所处的一个环境，所以作品表现出来非常有亲和力、温度感，还有在地意识的一个重温实现。明成交的余温之后啊，也就是说童年的回忆呢渐渐的消失了，而被现代化的都市呢更替了。那这种对自家的一种怀念啊，它用不同的色调对比呢来呈现啊，我们可以看得到一大片的蓝绿的颜色呢，它有一种很强烈的视觉的压迫感，然后上面有堆积的很多的房子，这房子呢彼此好像在这呼喊或者互相在呼应或者在堆积，它在叙说着他童年还记得哪些东西，可是现代化之后呢，他会产生流失感，他希望呢从本土意识或者社区或者自家的一种唤醒他自己的回忆啊。金牌奖呢就是末世，我们从他的构图啊可以看得出来，用灰色系的一个人物是模拟的或者拟人化的一个构图呢，配上背景啊是一种块状的蓝色黄色一个呈现哦，所以很强烈的感受到他对环境艺术的一种强烈的意识，他希望借着画笔啊把人与环境之间的互相的默契啊或者互相的冲突啊，让人家感受到我看到你的作品会反思自己所处的环境，然后呢在环境的自我爱护之下给自己很多的启示，那给观赏者也很多的启发。铜牌奖是诗与者，失掉语言会讲话的人，里面没有人物，但是呢我看到气球，看到很流行的很时尚的衣服，还有名牌的袋子，就是说很多人抢着去购买名牌，那现在社会里面赶时髦，但是内心中啊是空虚的，也许是像气球一样，它里面是空心的，是只有空气的，一车就破掉了，所以他用的这种强烈的洋装线条加上个夹克，然后衬托着旁边的气球的互相的影射对比，而产生说我对现代社会内心的空虚用什么来填满呢，你是不是要反思你所身处的环境是需要以心灵的充实为止，而不是只有追求时尚追求流行。全国美展书法类收件呢，有18件入选，因为有一件，尺寸跟那个我们的简章不合，所以淘汰。那么有17件，我们是评审的过程呢，大概都是一半一半，然后每一次选一半，每一次选一半，只要是有2票以上。就在作为下一回合的那样的评审，所以整个可以说基本上最后选出来的就是用很细的网啊慢慢的把它筛出来，所以没有什么遗珠的感觉。这个金牌奖这一件是于同生，他用的是简读帛书体的一种消化以后再表现出来的，他的墨色的表现他采取的是一种浓黑，甚至于有素墨的那种效果，有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笔墨的细部的精微处也很耐看，这个落款呢、很温润的行书体来配合整体，有一种很和谐的整体感。这一件作品呢，气势很开荡，很流畅，笔墨干湿变化也够，它的行气。一气呵成，让人看起来非常舒服。后面的小拔，文字也很精彩。就艺术表现层面来说，它还是非常的杰出了。它是用
行草书来写一个联语啊。那么中间他是从一首诗里面，然后把它找出两句来写，把那个原诗写在中间变落款，他这个在形式感上很有创意，那个用笔也很沉稳，很老道，也富于变化，提案这个干湿之间，整个画面看起来既有现代感，又有很沉稳的那个气象。我这几年所参与评审的感想是，感觉呢，那个作品呢，质量都有所提升，都吸引很多的好手，他们让他们的创作上会更精进。最主要的是，篆刻作品呢，可以提出20方，20方印章等于是20件的作品，所以他在创作上的风貌都可以尽情的发挥，也因此呢，他这种的评审呢，他那个起伏会比较小，所以在我们篆刻的评审，我们的经验是比较没有所谓的暴起暴落，而且呢，都能够展现他们平常呢一定的一个实力。这个金牌的第一名呢，萧凯中，他的作品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清雅。那么多字印呢也刻得非常的完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难得的作品，可以说是基本功夫呢非常的扎实，未来的发展是可以期待的。这个第二名的作品呢，刘广义，他的作品呢是风貌非常的丰富，那么也非常的有创意，个人的风格呢非常的鲜明。那第三名的这个刘俊南呢，比较有现代感，具有一种绘画性，所以我们在评审的各种的风貌我们都是包容的，让未来让我们刻印的那个印路呢会变得比较宽广。今年参加全国美展摄影类的竞赛，类别蛮丰富的哈，我想可能跟历年都差不多哈。那从写实的到这个生态的，到这个超现实的，到这个概念式的都有。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说过去得奖类似的那些作品的所要的要求，所以基本上在竞赛的这个呈现上，那个品质都做得还不错。当然现在因为必须要系列才能够比较表达大一点、多一点、重一点的思想思考，所以这个大部分都用系列式的组合来比赛。特别要有特别创意，当然不是那么容易。不过基本上大家对自己所选择的题材在努力填充他自己题材里边的整个内涵跟这个形式，其实都渐渐的蛮严谨的，而且蛮专业的哈。就像这点，我想是可喜的现象。今年得金牌奖的作品《学校不见了》，我想是一个蛮针对的现在社会，我们台湾的一个紧迫的这个教育跟社会的问题哈所做的一个系列。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所以很多学校并校或者是废校了，但很多人都用这个纪实方法来做，但是这位作者他用这个有点想象力的哈，然后用一点抽离式的方式去做，其实充满了这个创意哈。那在整个制作条件上也做得非常严谨哈，那我想他这个得到金牌奖是这个当之无愧的。银牌奖的作品《谬景》，他是用这个恐龙啊这样一个象征的远古的动物，然后将它摆在现代化我们都市化里面的一个景色里面，变成一种类似这个同时夹杂的幻想、幽默以及未来跟过去的一种组合的东西啊，非常有想象力。其实所取的景都非常好，然后整个里边的安置以及那个氛围的塑造，其实做到很精致的地步哈，而且很有文学的想法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其实都非常有创意。铜牌作品《褪色的故乡》，同样是用生态以及我们整个环境污染的这个主题来凸显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作者虽然是用
纪实的方式，可是他采取了某一种疏离跟幽默的方式去处理这样一个题材，所以整个在构造上，它并不像我们过去所看到一些生态直接用黑白的方式那么重的压在我们身上，因为是彩色，因为它在处理空间上有一些很好的安排，所以里头还有一点点这个讽刺跟代表的一种象征语义的做法啊，其实也做得非常聪明。我认为来参加这个展览的人要有一个认定清楚，展览要评审到很公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艺术这里面呢，这个我在此勉励这个参加这个展览的艺术家，不要因为没有得奖就认为自己不行，因为艺术这个路途未来这个来日方长，艺术的这里面当然就有很多主观在里面，那么这里面有时候会不会有运气，我说有，所以我认为最重要是继续创作，你这个成全你自己最重要，才华以外要有努力，要有意志力。雕塑它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材质，那呈现的方式也各有不同。那在评审委员当中，有的评审他比较注重材质，有的评审比较注重内涵。对于参加比赛的年轻的艺术家，我有一个建议，不管是成功或者失败，不管是被接受或者是不被接受，你都不要气馁，因为评审的结果它只是一个概述，它不能代表所有的一个结果。这一件木雕的作品是这一次评审结果拿到金牌奖的作品，它对于材质的一种处理比较完整，在评审当中是被认为它的缺点比较少，对于细部的处理比较良好的一件作品。这一件作品是这次的铜牌奖，它是用塑造的手法，那很强烈的呈现它的主题，使用了很多比较夸张的一个手法，这样的作品在竞赛会场上它是比较强烈，比较能够凸显它的结果。这一件作品它是以传统雕塑的一个技巧，但是在处理的方式上面又使用错字的这样的一个手法来呈现它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理念。在画框里头，耳朵的部分是跟鹿角，它把它做了一个对调，它很明显的留下一个切割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乍看起来好像在鹿角跟头上面好像没接好，那这个事实上它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它一个物体错置的这样一个手法。我们这一次全国美展水彩类总共收件是126件，我们经过初选以今天再一次的复选，好几次的投票，来决定26件入选。在这26件入选作品之后呢，我们再继续的投了好几次的票，最后我们选出前三名。第一名是雨季，因为他用这个很单纯的这种颜色来表现这个画面雨后初晴，有幽微的美感。整个画面呢有水墨画的韵味，它暗部的那个肌理层次，它所用的这个技巧，都非常的纯熟，整个画面给人家的感觉呢，也很强烈，有一种东方的幽微的这种美感。第二名的作品，它的标题是条束乎，
作者呢，在一个工作的空间里面啊，他表现出一种寂寞复杂的啊一种美感。他水彩的技巧、描写能力都相当的啊优秀，能够表现这个水彩特点啊，能够发挥水彩流畅、韵味的一个作品。再来第三名是这一幅《杏红》，在杂乱的世界里，用一抹红来释放自己。他能够用这种很主观的造型，很好的水彩技巧，干湿并用，用块面来组合他这一幅蛮强烈的作品。尤其是那个红色的，他的这一抹红啊，让整个画面呢，产生了一种统一的感觉，杂而不乱，这是他的优点。今年的整体风格，蛮多元化。整个作品的水准较往年有稍微提升，全国美展的一个胶彩画处在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的一种多元价值观底下，它的一个风格技法方面都跟以往的有不太一样的感觉。虽然有些作品带点装饰的感觉，或者一些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的技法的影响蛮大，我觉得仍然保持了胶彩画独特的这种特色，就是这种矿物质颜料的感觉或者金属箔的感觉，我觉得都是属于这种胶彩画独特的一种风貌。金牌的作品，它以母亲跟女儿的一种亲子关系做出发，可能现在的一种社会属于这种金钱物质的观念泛滥，作者尝试从母子之间的一种价值观来思考现在社会里头的一种人生观吧。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画里头，虽然他整个像这个母亲的头发用比较装饰的这种曲线处理，我觉得也蛮特别的一个方式，把人物跟风景做很好的结合，把抽象的一种哲理跟现实的人物的形象做一个很独特的一种结合，我觉得是蛮有创意的一件作品。那这张画传达出这种人类的一种价值观的一些思考。这个是银牌的作品，同一条线，那作者用了很多的留白，属于这种东方美学的留白来思考这个流浪狗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他在一个精细描写之后，用大的一个刷子把某些地方把它破坏，那他把这种抽象的一种造型跟具象的狗的造型做了一些结合。当然他是探讨人类一些狗跟人的之间的一种关系，那尤其被弃置流浪狗之间的这种一种无助的一种命运，我觉得可以说对当代社会议题一个蛮好的一个醒思。这件事铜牌作品设定关系，那这张画的一种表现风格比较像西方的，带一点诡异，带一点这种恐怖色彩的一种主题。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用了这种比较细致的一个线描，把这种人偶的这种关系跟整个画面的这种蝴蝶啦，还有这种蜘蛛网这样的一种组合，让人产生一种深刻的一些联想吧。那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他似乎想突破传统胶彩一种东方的一种思考模式，而采取具有现代感的西方艺术的手法来做一些尝试，我觉得这样的尝试也是蛮好的一种发展方向。